一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二点适度的运动，三点睡觉，四点避免打盹，五点以平躺姿势入眠，六点冷敷头部及颈部，七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八点深呼吸，九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十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十一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十二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十三点不擦香水，十四点勿施力过猛，十五点避免吵杂，十六点保护眼睛，十七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十八点避免嚼咀，放松肌肉，十九点少吃盐，二十点准时用餐，二十一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二十二点禁食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二十三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二十四点少喝酒。二十五点品尝冰淇淋时应慢慢适应。二十六点培养幽默感。二十七点服用维他命 C。二十八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鬼脸等。失眠，一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二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三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四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如阅读或讲电话。五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四点前食用。六点避免喝酒。七点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八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九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十点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十一点放松心情。十二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十三点做运动。十四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邪淫，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十五点洗温水澡。十六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要必须就医。健忘。一点加入联想。二点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三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四点列一张清单，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特别是小事。五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六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七点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八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
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十一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十三点小心药物及烈酒，可能导致健忘、恐惧症。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二点勇敢的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三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一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二点找些事情做，转移注意力，例如散步、下棋、骑脚踏车、阅读等。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四点找朋友倾诉，加以发泄。五点大哭一场，尽情的流泪。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七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不妨试着耗尽全身力气。九点涂鸦，以写字或画画来抒发感受。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十一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十二点放松自己，慢下脚步。十三点忧郁时避免做重大决定，以免决策错误时忧郁更严重。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十六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一点改变你的态度，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二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四点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五点暂时放松数秒，拒绝受焦虑摆布。六点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七点深呼吸。八点放声大喊。九点伸展肌肉，有助于缓和焦虑。十点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十一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十四点洗热水澡。十五点运动可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
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16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运车运船及运机，一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二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味、鱼腥味。三点禁止吸烟，不管是不是吸烟者，都应远离香烟。四点避免饮食过量。五点保持空气清新。六点避免饮酒过度。七点睡眠充足。八点尽量固定头部。九点坐在前座。十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十一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十二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十三点服用晕机药。十四点食用姜粉胶囊。十五点吃点橄榄或柠檬。十六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十七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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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二点血液循环与内分泌疾病高血压一点控制体重二点减少用烟三点减少喝酒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四点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三一五点补充钙质六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以免血压突然窜高七点进行有氧运动八点考虑吃素九点经常量血压十点保持心情愉快十一点少说话十二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十三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低血压一点做紧压运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二点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三点少量多餐四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一点抬腿二点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三点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四点勿穿高跟鞋。五点保持理想体重。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六点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七点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八点避免抽烟九点多散步十点请教医生淤血一点冰敷每次15分钟两次之间勿用热敷二点受伤2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三点把脚抬高靠墙
四点每日摄取维他命 ，C 五点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六点不可酗酒，脂肪过量。一点减少脂肪摄取量。二点摄取淀粉食物。三点远离甜食。四点减肥。五点运动。六点避免酒精。七点摄取鱼油、糖尿病。一点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 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二点摄取适量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2%-20% 以上。三点减少脂肪摄取量。四点多吃纤维食物。五点减少胆固醇量。六点使用代糖。七点谨慎使用果糖。八点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九点少量多餐。十点限制酒精用量。每周不喝超过60C 的烈酒。十一点降酒精视为脂肪。十二点减重。十三点定期运动。十四点快速步行。十五点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十六点照顾牙齿。维护口腔清洁。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十七点佩戴要和适当的假牙。十八点减轻生活压力。十九点放松身体。二十点定期验血。二十一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二十二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二十三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二十四点呕吐或腹痛尿液含大量糖分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25点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26点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进清爽，降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点适度补充烟碱酸基、纯花青酸维他命 C、锌镁维他命 B、维他命 B、胰酸头及嗜酸菌等营养品。痛风 1. 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 2. 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 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等药物。4. 冰敷患处。5. 避免含嘌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贻贝、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 补充大量水分，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7. 喝药草茶，专家推荐氧拔器 Sarsaparilla。
石头 Yarrow 玫瑰石欧薄荷 Peppermint 等药草 8.5 喝酒 9.控制血压10.不宜以减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将尿酸释出11.服用为用命要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12.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食物穿过紧的鞋子13.多吃樱桃可以疏解痛风14.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4次0.5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肾结石 1. 摄取大量液体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1.14 公升的尿液 2. 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 3. 胃药常含有高量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4. 勿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豆类、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草莓及茶。5. 服用镁及维他命 B6。可减少 90% 的复发率。6. 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绿花椰菜洋香瓜南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 7. 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 8. 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包括肉类甜酪鱼和鸡 9. 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 10. 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草酸钙的结石患者11. 勿服用过多维他命12. 若曾为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请尽速就医13. 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1. 注意体重2. 减少脂肪摄取量3. 改用橄榄油 4. 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3个 5. 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6. 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7. 摄取燕麦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8. 摄取玉米糠 9. 多吃胡萝卜 10. 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 11. 适量的摄取瘦牛肉可能有益于心脏12. 喝脱脂牛奶其中的非脂肪只能抑肝内制造胆固醇13. 服用蒜头汁